价值台币一百，应该是台币两百啦。台币一百，台币一百，一百块嘞。无啦，有个。无啦，袂差遐济啦，哎，差一倍安尼。阮台币一百，伊即卖台币，伊啊人民币两百。叫你的名，阿个写字的了。叫你的名，你的印啊，然后他会根据你的名字哈，跟你提示啦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跟你提示，他给你刻伫迄个印那边啊。没有靠近。好嘞。头发都有你自己名字或者是。水晶里面有图案，一个是有图案，一个是没图案的。看一下，这是你有做的。这个人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图案。这个是图案。这个是图案。你吃饭时间来了，哦，以前嘛，较早袂安尼咧，哇，以前嘛，哦，变作狐狸精啊，即嘛是狐狸精，即嘛变狐狸精啊，比咱台湾遐更加厉害啦。应该去那里也不用那个啊。有啊，你得要看什么迄个字体的，伊拢有法度甲你应付啦。因为那个是电脑科嘛。
我那阵，我那阵捡一只拢也无用得啦，放伫遐做古董嘛。都一样，他们这个技术认真。